对啊，我回来看一下上面写什么。我现在迷路了。摧毁这些东西之后，就可以回去了。哦，摧毁三尊木雕像，打开墓穴的门。我要去墓穴。那走吧，那就墓穴了。去。我要在哪里啊？我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啊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要去墓穴是吗？那我往这方向走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要死了？迷路了耶、yeah 哦！我到房子了。你还好吗？靠！我在安全屋哎、欸。你知道最一开始那间房子吗？对啊。你怎么会在那里？我没事，我走另外一边了。像现在地图上什么样的荧光棒都有，根本不知道哪个方向了。没事啊，跟着绿色的啊，因为绿色是我们最一开始丢的啊。我在墓穴了。靠呀，这种什么都没有。那我要直接把拉进去了哦。好好 ，OK。啊？哦，门打开了，就这样。那你进去吧。就这。啊！干嘛？我掉下去了。On my way to Cuba。Cuba 是什么 ？Cuba。靠呗！哎呦，这是什么啦？你最贴心的智能家电，狗宝。为什么蜘蛛网啊？鹿宝。石板上刻着奇怪的符文。找到五把钥匙。是读到这段话的任何人，你可能会发现这里有些事情不对劲。我尝试探索菲尔的家。但我受到陌生人的攻击，他把我带到这里，并在此等待。我不知道他们想干啥，但肯定没有好事。当他们走后，我挤栏杆逃走了，无法通过大门回到迷宫。但我在更深的地方发现了三扇大门，这些门受到迷宫里拉杆的控制。他们在桌上留了十把钥匙，但只有五把可以解锁拉杆。我把钥匙藏在墓穴里了，这样他们就找不到。他骂他藏十把，我并不清楚谁是头目，但我很快就会知道了。但我不肯等他们回来。啊！他把所有的钥匙都藏起来了。好哦。他到底藏了几把？可是都只叫我们找五把，而且钥匙如果像刚刚那一样难找，痛苦哎。对啊。我要先拿绿色的。而且他说有怪吧？而且他说有门。好暗哦。